我是说嘛。我也需要放鸡心粉。有点怪怪的，有没有？点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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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上。今天我有点怪怪的。大家手里。你们好快哦。等过段时间，咱们再不点好吗？我觉得今天我长得有点怪怪的。有没有同感的？我觉得我不太适合穿咖啡色的衣服，会显得我很黑。怪好看的，谢谢。晚上好。跟我头发一样。说真的，我这头发呢，如果是这样直发的话，真的显得有点非主流，就真的显得有点怎么说呢？但是如果是卷发的话，就超好看，就像那个韩国谢谢，韩国的那个女团成员，怎么那么多人来提这个？别叫我小学生行吗？谁小学生？谢谢玫瑰花，祝你我有钱欢。今天就是说，今天也好美。咱们就是说，我觉得今天还可以吧。我好久没有修眉毛了，眉毛就是说非常的潦草了已经。谢谢拒绝破折号十次的一个荧光棒祝越来棒，很可以。想上男生女生向前冲吗？想上，但是呢，咱们有这个艺人的这个身份，咱们有这个公司的这个身份。如果咱们要上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话，咱们男生女生向前冲得给我打钱。谢老婆饼没有饼的一个荧光棒，祝你越来越棒。现在只要能出去，那还是别出去了，害怕。我们的外卖现在就是，谢知识卷卷的一个荧光棒，祝你越来越棒。拿走了，你等等过十分钟我再。我们还在中心都有一个舞台呢，就是说，我得先说完。每一个安徽人，嗨，每个人安徽人都想抱冰箱回家，为什么？你们安徽的地方没有卖冰箱吗？之前，想去非诚勿扰，非诚勿扰还是有点点想去的。收起你的那些小小花花肠，甜言或蜜语。我想去非诚勿扰点评男女嘉宾。哎呀，咱们这个有点坏了，我感觉还是坏在这儿。谢林淑琴是三个林淑琴的一个巧克力，祝你越来越甜蜜。说实话，我觉得我要是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话，可能差不多十秒钟就结束了。我运动天赋是真的不太强。谢谢 XXX 的玫瑰花，谢谢拳击 P 的一个玫瑰花。换个眼睛点，我觉得我可能就是说踏出那第一步，由于我这个腿太短导致落水。啥麦克风堵住了？真假的？能听见我说？我卡住，我这个手机上每次都卡。谢谢 XXTOMARO 的十个荧光棒。祝你有祝你早日有早日有十个老婆。我喝了茶，我们不是正在喝茶。这个是坏了是不是？你是说灯吗？不是，这个怎么按？这个怎么扭进去啊？扭不进啊。扭得进啊。这不是扭进了？是不是我不在不会用啊？好了好了。是不是我不在呢？
谢拳击屁的一个秋天奶茶，谢谢嘉兴西酱的一个玫瑰花，祝拳击屁永远都能放到屁，祝嘉兴西酱越来越甲子音。谢谢每天一勺冰淇淋的十个玫瑰花，祝你天天都有钱花。对了，今天有人要占卜或者 CPTT 的话呢，可以送一个夜蝶。谢谢 TTT 的一个秋天奶茶，谢谢芝士卷卷的巧克力，谢谢小歪帮的玫瑰花，谢谢吃馒头了吗的一个玫瑰花，祝你天天都有钱花。谢谢最远联系人的一个秋天奶茶，祝你永远不会遇到绿茶。咱们四班应该是没有多余的经费来这个买那些闯关的道具啊。谢谢星星捞面的一个巧克力，祝你甜甜蜜蜜。谢墨白的一个秋天奶茶，祝你的狗早日能喝到狗喝的奶茶。如果有想要占卜或者 CPDD 一下的话呢，就送一个夜蝶；如果想要参加非诚勿扰的话呢，就送一个皇冠；如果想要找虐的话呢，就送一个用爱发帖。虽然肯定没有人送，拜托，真的很烦，谢谢你送我的巧克力。顾村公园里有湖吗？可以钓一钓。那个太深了吧，掉下去之后咱们就是一个深入湖底。谢宇宙超人的阿姆罗的一个 FT 荧光棒，谢谢大金牙的一个玫瑰花，祝你的牙越来越值钱。谢老婆饼的一个荧光棒，祝你早日能吃到大饼。谢韩倩的一个巧克力，祝你天天都非常甜蜜。明天四月了，四月快乐。谢谢日常的一个巧克力，祝你每天都能吃到像巧克力一样好吃的东西。谢谢宇宙超人阿姆罗的一个九个荧光棒，祝你越来越棒。谢谢 TTT 的一个玫瑰花，谢夜晚的心碎小狗的一个玫瑰花，谢谢芝士卷卷的一个玫瑰花，谢谢吃一口煎蛋的两个巧克力，祝你非常之甜蜜。小区被封了，现在大家都被封了吧，注意安全哦。三月份太糟糕了，确实。愚人节，哎，我想想要怎么整整大家呢。谢谢每天一勺冰淇淋的十个荧光棒，祝你越来越棒。还有43分钟就要被封了，我得想一想四月一号我要怎么整人才比较好。明天一起过节，好，四月一号，愚人节快乐。我肺活量好强，练出来的，只能说是，不会有整粉丝吧？我就是在想，怎么整整我的粉丝们呢？现在可以占卜吗？可以哦，你送一个夜蝶的话就可以占卜了。谢黄某银的一个巧克力，祝你越来越甜蜜。说自己长高，这有点自取其辱之味的感觉了。我要怎么整？谢谢追光少年的一个玫瑰花，祝你早日能追到光。拍个整人我都。我这个我想想，谢 XXTOMARO 的一个秋天奶茶，祝你永远不会的。哇，谢记忆是孤岛的一个夜蝶，谢谢。今天你是我的第一位客人，我可以给你占卜一下哦。你要占卜还是要 CPDD 呢？客人就是上帝，我的上帝。你要 CPDD 是吗？好的，没问题。来，咱们记忆孤岛，大家伙们，咱们记忆孤岛。来，首先记忆孤岛可以问一下，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吗？看到你这个头像呢，本人推测应该是一个特别萌的一个小萌妹。谢每天一勺冰淇淋的一个巧克力，祝你早日能吃到巧克力冰淇淋。你是女生，好，那么可以问一下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啊，你这个头像特别像琴头，你不会是背着你的那个对象来 CPDD 的吧？老公晚上好，你老公在哪？
咱们记忆是孤岛自己用的，那就可以。好，咱们记忆是孤岛。首先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你的那个取向，你是那个，你是，还是，哦，你是，不是直男的话，那你想要找个怎么，你对你的对象另一半有什么条件吗？比较喜欢，还是。或者比较喜欢姐姐呀、妹妹呀这样子的都可以，都可以吗？都可以的话，你这，那种离婚带娃的可以吗？你是哪里人呀？记忆是孤岛，你是哪里人？你接受异地恋、网恋吗？要0.5。上海的都接受。你上海的，你上海哪个区的？家里有房吗？上海哪个区的？黄埔的有。黄埔区的。巧克力一定不是狗，不对，巧克力肯定是。嗯，哇哦。哇哇，真不错啊！来，咱们记忆是孤岛，上海本地人啊，黄浦区上海本地人，有房，想要找一个0.5的一个女生都可以的。有没有喜欢咱们一个记忆是孤岛的？而且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可以直接跟他用上情头了，可以直接跟他用上情头了。男的0.5，男的滚。不是，我说现在滚，一会儿回来。只要女的，现在只要女的。有没有0.5的？来0.5，举个手。房产证可以加你的名字吗？可以。0.5，来0.5扣一。我没喝，我就是心情有点好，因为今天自己长得不错，头发也没有飞。你带青菜过来倒贴，好搞笑。你对另外一半家境有什么要求吗？还是你是不是得想找个那种门当户对的，还是说真爱就行？好吧，又谁说我是素颜？我不是素颜。侄女送什么来着？送权杖，谢谢。这样子，我都没开始查呢，怎么可以帮我查起来？没要求，真爱就行。真的吗？好，咱们记忆是孤岛，没要求，真爱就行。想找个女的0.5，然后咱们记忆是孤岛呢，看上去他人呢也是特别的可爱，然后呢，或者直接送我个夜店，我可以直接让你跟记忆是孤岛直接一个大结婚的一个大情况，直接送入洞房。如果暂时还没有意向的话呢，可以加群52800511，52800511，在群里面有专属的一个红娘帮你对接，然后呢，如果牵手成功的话，可以获得一个，三亚自费，3天2夜的一个豪华5星级酒店的一个沙滩比基尼游，对，群主可以给你们一个自费3日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去直接去这个，谢谢。直接去蜜月，直接去蜜月。对，哎，给你们看一下啊。等等，弄床上吧，就给你们看一眼，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夜宵。我们舍不得吃，对，舍不得吃，我们要把它裱起来，供起来，供，裱起来就可以了。舍不得吃，我好饿呀。那你吃啊。算了，我直播完再吃东西，不能在床上吃。好吃哦。对呀，很凉了现在，但是特别的好吃。
特别特别好吃，有一种奇特的味道。就说哇，谢宇宙超人阿姆罗的一个夜店，谢宇宙超人阿姆罗公主版的一个夜店，祝你早日成为公主。你想要占卜还是要想要 CPDD 呢？想要占卜的话呢，我就可以什么事业爱情学业方面都可以占卜，你的 CP 你的推都可以占卜。占卜好的，你想要占卜哪方面呢？咱们这个宇宙超人阿姆罗，你这个 ID 是不是动画片吗？学业事业爱情咱们都可以，你可以当狗吗？好好好，咱们来占卜一下这个宇宙超人阿姆罗可以当狗吗？好的，有今天有这个红书还有这个白书，请问你要哪一本书？有几分可能？其实这个不用占卜，帮你问问这个诺诺和小小就可以。那那个请问你要红色的书还是要白色的书呢？对，我偶尔是这样子的，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了。就是红色的书，好的，1-1109页，请问你要哪页？咱们是从泰国和日本的一个占卜大师，然后占卜准确率高达99%，帮助众多那个迷失男女归回正途过啊。来，咱们一那个阿姆罗，1-1109页，请问你要哪一页？对，我是很文静的，文静。327页，好的，327页，有故事，有故事。327页，开放两下子。327，哎呦，谢谢我家还行的一个月，好久不见，我家还行，一会儿可以给你占卜，或者可以给你 CPDD。哇，谢谢胡萝卜侠的一个夜底，胡萝卜侠，今天你要占卜还是要 CPDD？ 你排会，对，一会儿我就给你来进行。好了，我现在要先算一下宇宙超人阿姆罗能不能当狗。第一个词很不错啊，叫做鸿鹄之志，鸿鹄之志。比喻志向远大的人，指远大的志向。对，说明什么意思？说明你这个当狗的话呢，你这个志向是当狗的话呢，这志向很伟大，就是说咱们敬佩，咱们佩服你。下一个是哇哇，咱们就是没有感情。下一个是猴符玉石，什么意思呢？来，小朋友们听好了，肯定大家不知道猴符玉石是什么意思吧？穿王侯的衣服，吃真美的食物，形容生活豪侈，说明什么意思？说明。侯福玉石，说明您就是说，您就是说当狗之后呢，对主人家应该是家境特别好的那种感觉。观望一下，我知道大家就是，也不是啊，对对对，富贵狗。有些人不一定，就是说富贵狗，就是说，咱们是一个，说不定当狗也能当得很好，咱们一个不愁衣食的狗，突然有点羡慕你了，我也想当狗。白嫖有没有？所以不要离开直播间。下一个是有的你收获的。下一个是看到就转脑，咱们就先来唱一下陈绮贞的歌。你想听陈绮贞唱还是我唱？后悔莫及。你想听陈绮贞？意思是咱们阿姆罗啊，虽然当狗很好，但是呢，当狗能犯小偶像吗？当狗能看公演吗？当狗能给林淑琴直播送夜碟吗？翻页可以的，翻页，你看这一整页都是你占卜的内容，翻页是完全可以的，谢谢。因为那一页词那个上面没什么几个好词啊，对，所以说当狗不好，当狗话你见不到林淑琴了。当狗你见不到林淑琴，当狗你只能天天吃狗粮，然后在这个尿垫上上厕所，
然后呢被人拎着脖子出去玩。是你点的歌吗？你不是点的？但是如果你当小琴的狗的话呢，我会亲亲你，我会抱抱你。哦，小小好可爱，小小。谢谢谢谢。好了，对了，就是这样了。好了，下一位，下一位是我家还行，请问你要占卜还是要 CPTT 呢？嗯，嗓子还不错，嗯，还可以。占卜，好的，请问你要占卜爱情方面、事业方面、学业方面，你的 CP 方面、你的推方面，你明天吃啥？你能不能当狗？能不能当猪？你能不能猪狗不如？你能不能长高？你能不能上厕所？你能不能都可以啊？来，友友友友们，这个我叫还行，请问你要占卜哪一方面？我帮你占，对，我就是我帮你占啊。哦，你得有一个方向，我才能帮你占。占，占。我和陈绮贞一人唱一半好了。我帮你占，你得告诉我方向。那肯定是我帮你占。难道我你花钱，我让您自己占吗？我开心。那我唱。我帮你占，来来来。你都想占。帮你粘一下，你推。好的，首先我不想知道你推是谁，如果你告诉我你推是谁的话，会影响到我占卜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正确的结果。好了，那帮这个我家还行粘一下他的推啊，一到1109页，请问你要哪一页呢？我家还行，你推是小猪。你推应该不是我吧？我真唱不出来。哦，对对，你要红色还是白色？谢谢你啊，你要红色还是白色的书？你要红色的书还是白色的书？红色，好的，99页，没问题。嗯，99页。哎，99页。哎，99页以前有人说过，哎，你看，呵呵，我还甚至还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画了笔记。好，不画了啊，99页。好，你推的这个，确实，你推的这个今年的一个运势啊，来听好了，我叫还行。首先，第一个词是操之过急，操之过急。第一个词是操之过急，比喻办事过于急躁。什么意思呢？说明你推今年呢，就是有点办事的话呢，心情和做事风格呢都非常的急躁，都非常急躁。这才是正面，这是反面。OK， 都非常急躁，就是说要稳定一下心态，要稳定一下心态，让你推稳定一下心态。下一个字，草间求活。草间指民间，逃匿于民间寻求活路。这说明你推今年逃匿于民间寻求活路，有点危险，不会是？说明你推呢，今年呢是要升堂了。你推今年要升堂了，逃匿于民间什么意思？逃匿于民间，说明咱们这个四八呢，可以说它是一个天堂，也可以说它是个地狱。民间就是什么？民间就是这个，除了四八之外的地方都叫做民间。寻求活路是什么意思？咱们这个四八，你们也看见咱们现在这个情况了，是一个经费不足，一个活不下去的一个情况。所以你推可能是要升堂，拯救四八，寻求活路，拯救四八，把这个四八给我带活起来。知道吗？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这个你推只能说是现在开始把你推的那个生血还有什么什么周边都买一买，都买一买。下一个草头天子，草头天子什么意思？天子
天子什么意思？天子意思就是你推天选之子，对，你推很有可能就是2023年的紫微星呢。草头是什么意思？九香草头吃过不啦？啊，吃过不啦？九香草头，上海人，阿拉上海人最喜欢吃九香草头嘞。说明什么？说明你推今年会获得上海户籍。会获得上海户籍啊啊，直接变成上海人，直接每天吃九香草头嘞。谢美羊羊的一个夜蝶，一会儿可以给你占卜或者 CPDD 一下。好了，对了，你推的今年运势就是这样了。首先他首先坏的方面呢，他办事会过于急躁，过于急躁，心情也会过于急躁。但是好的话呢，首先第一个他今年会可能会有升堂的一个机会。升堂的一个机会，然后呢是他是今年的一个天选之子，然后呢他只会直接会变成上海人，直接变成上海人，直接一个吃这个九香草头，自己编的自己都想笑，对，就是这样的。好了，下一个胡萝卜侠。哎，我记忆力真不错，胡萝卜侠。嗯，下鼠了，我想死你了，高雪爷。有没有吃的呀？不是有酸辣粉吗？嗯，我好饿，我想吃，我想吃小零食。昨天在这里的那个小人呢？哦，太难。我们的小零食呢？昨天不是借好多呢？因为昨天来的人太多了。在大家的肚子里，可是明明还那么多呢。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多吧。帮你占卜一下，等会染头会好看吗？好的。我感觉一般，国外染头不太好看，我感觉。那个林小姐。林小姐不会是林允儿？林志玲。林，好啊，想不到，别说了。好的，测一下你等会染头会染好看吗？好的，红色的书还是白色的书？林志颖，红色的书还是白色的书？林志颖真不错。林海南，林培楚，林多佳，林振宁。可以了，够了。红色的书好了，1到1109页，请问你要哪一页？好了，来了。林书豪，林书汉，好，我小学同学，1107，好的，没问题。10月7号，谁的生日啊？该不会是你暗恋的人的生日吧？这个小人好看。1107页，1107页，有两个的，1107页，这么后面，谁呀？哦，是阿姨。谢谢哎呦，不是，这不是365度的大旋转，No， 为什么要叫？因为想和他一玩儿。确实 ，No。人他也可忙的好不好？闭嘴！好了，来了啊！哦呦，首先呢，确实，胡萝卜侠，你今天这个运势啊，我劝你赶紧跑吧，别染头了。首先呢，咱们胡萝卜侠第一个词，左右为难，指无论怎样都有难处。自然离开，跟随他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今天你染头啊，可能是一个左右为难。左右为难什么意思？可能是你已经感受到，就是说完了，这家店好像不太好，我应该现在立马换一家店。结果你去隔壁的理发店，发现隔壁理发店也不好啊。他你一个左右大为难的一个情况，一个左右为难，只能说你今天这个染发的这个运势啊。下一个词啊，下一个词，作恶多端。说实话，你是不是去到黑店了？自
咨询时间。胡萝卜侠，你是不是去到黑店作恶多端？你这家店估计是一个那种坑蒙拐骗来赚钱的，他要求你办50000的会员卡，然后你办完之后他明天立马跑路的那种，你作恶多端的黑色店面。你不办卡，他直接把你绑在那个理发店的椅子上，然后他给你那个剪头发，他问你要不要给你按个头，然后他给你按10分钟，加钱5000块。然后他问你要不要刮胡子啊？不，你是女的，忘了。好，就那种印度理发店，你们去抖音上面看一下，你们看过吗？就是给人家那个洗脸，然后啪啪啪啪啪打人家那个脸的那个印度理发店。哎，对对，就那个 kiss kiss 那个对。你可有可能就是去到这种店了。下一个词，哎呦喂，作奸犯科。作奸指做事，犯科触犯法令，为非作歹触犯法令。快跑吧胡萝卜侠，我真的求求你快跑，你这家店马上可能警察都会要来了。你现在还能跑吗？如果不能跑的话也没关系，没事没事没事，我都跟你这么熟了，我花一下我的长途国际电话费，我这个我帮你打电话问一下我泰国大使该怎么办，他那边一直都有这样的案例的，我帮你问问泰国大使该怎么办，因为这个问题我也很难解决呀。哎，我的手机呢？哦，在这儿。萨瓦迪卡。嗨，胖虎太开怀买米当卡的呀。吞克布拉卡怀塞卡。可能是给他空空空开呀，腾克拉腾腾风好放开呀，好呀 ，Black Sink 放开里面有通开的，看哈胡萝卜看不看红啊？哈可不是放开副沙发，看，嗨嗨嗨嗨嗨，看那个是一个赛克发，拜。胡萝卜侠。既然你已经就是说在这个理发店马上要去了，小小尿尿了，哎呀，我一叫他他好像被我吓到了，他尿尿了，他尿尿了，好学艺，帮我奖励一下他。哇，好棒啊！还没尿完呢。你给他吃零食。对，好棒，小小，大家快点夸小小，好棒，小小，哇，呜呼，哇哇。这里吗？哦，是你的室友吗？好棒，对，就是这里面，都可以。嗯，对对对，这个给他一小块就行。你是直男吗？不是啊。哦，搞得我也好想吃。嗯。好了，胡萝卜侠这样的。哎呀，泰国大使刚说啥来着？都忘了。哦，是这样，胡萝卜侠首先呢是这个。没关系的。这么多可以吗？可以。首先呢是这个样子的啊，不要啊，诺诺别抢。首先，哎，谢胡萝卜侠的一个月饼。等一下，胡萝卜侠，啊，你还要占卜或者 CPDD 是吧？好，一会儿再给你占卜或者 CPDD 一下。胡萝卜侠是这个样子的啊，因为咱们就是说，泰国大师是这么说的，不用了，好的，谢谢。说实话，泰国大师怎么说的？泰国大师就说了几个数字，他说给我的漫游费。
你还想让我给泰国大师聊天的话，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你跟他说。滴滴滴滴滴滴，卡砰！胡萝卜侠有话要跟你说，卡砰！你说吧，你跟泰国大师说。说了吗？好，好的，是这样的，这个泰国大师说啊，你这个。你们是朋友，是很好的朋友吗？你这个看出来你是女孩子。首先他说了一个字啊，他说天地反转。他说了四个字，天地反转什么意思？我个人理解猜测呢，应该是首先呢你要倒立。天地反转什么意思？你要首先你要倒立。然后他又说了，是我倒立，然后你去理发店，你去理发店倒立，对，就是你一进那个理发店之后，你就二话不说直接倒立，不能解释，直接在他们门口倒立，然后倒立着染头发，让他跟你倒立着染头发。嗯，高雪姨，对不起。能帮我把他抱进去一下吗？他好想进去。哇，谢谢玫瑰章鱼条的一个夜蝶。祝你这个每天每天都能够被我占卜或者 CPDD 到。谢谢 KMCD 秋天的小胡萝卜。我想你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吧？哎呀，谢谢爹，一会儿可以占卜或者 CPDD 一下哦。好的，记得拍摄。卡了。哎，卡了，哎，我也卡了。好了，你们重进一下。哦，谢谢深夜 Andy 的夜蝶，谢谢 Andy。Andy 晚上好，一会儿可以给你占卜或者 CPDDU Andy。好了吗？卡吗？非诚勿扰是啥？就是因为我人缘也比较好，跟非诚勿扰的那个导演什么的都比较熟嘛。我直接把他们导演还有摄制组都会请来咱们直播间现场，会就是可能是就是直接让你上非诚勿扰，你最好要做好准备。一般人的话都会有点小害羞，因为上电视的机会嘛也不多，也就只能在林淑琴直播间才能体验到啊当明星的感觉。等一下我看看下一个人是谁。美羊羊，记起来了，美羊羊，美羊羊。等一下。等一下，我可能需要记录一下，有点心动了，是吧？那笔呢？等一下，我去拿一支笔记录一下。帮你占卜一下，可以 ？Can you be my dog? OK, no problem. Wait a moment.大学不在一个地方，然后就是联系没有之前多了。好了好了，你们盘出来了吗？对，刚有。嘿呦，来了。首先啊，首先这个，我先记录一下。首先是美羊羊，美羊羊玩是谁来着？
我看看。美羊羊完事。占有欲很正常啊。什么？他没有，他身边没有新的人。他说我是。嗯，玫瑰章鱼条吗？是玫瑰章鱼条吗？你要打破这种模式吗？没，应该没有漏掉的吧？我忘过我和他的关系。应该就是你了。玫瑰章鱼条，玫瑰章鱼条吧，应该是 DW 对吧？有最好的、啊、看看当下最好的人啊，又不是一生最好。嗯。高于庆龙不好。DW， 然后是 Andy。嗯。DW， 然后是 Andy。好了，结束。哦，他说你们之间的关系。呵呵，确实。呵呵，懒得写字啊。画，这是美羊羊，这是玫瑰章鱼条，这是打野打 DW， 这是 Andy。真的吗？那你就是有你的话，好了，这个美羊羊，你是要测试，给你占卜一下，能不能当你你能不能当我的狗是吧？好的，没问题，你们想要红书还是想要白书？啊，不是那个，那个美羊羊，你要红书还是要白书？红书，好的，一到幺幺零九页，请问你需要哪一页呢？女生，56页，没问题。说实话，今天好困。因为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你能不能当我的狗啊？让姐来看一下。他就把你当备胎了。我觉得这没有百分之百。首先第一个词，就是咱也不说99%，就是99.9999999去哦。So， 你也可以另寻新欢。秉性难移。秉性指的是本性，移指的是改变，意思是本性很难改变。这什么意思？说明你本性中已经有一些当狗的一些基因了。所以呢，你现在的话呢，就是有点秉性难移的感觉。就是你其实是很有当狗的一个前途和一个天赋在那边的啊，所以你当狗的话呢，应该是比较的，比较跟别人比起来啊，应该是比较的有优势的，不想跟你谈恋爱，有优势的，知道吧？然后呢，下一个词是，不要跟我在这里讲屁话，屁话，让我看看是哪个屁。呵呵。呵呵呵呵，我一定能编得出来的，稍等。呵呵呵呵，这个病行不悖，病指的是一起。背指的是违反违背，指的是同时进行而互不违背，说明什么？说明你当人和当狗这两件事是可以同时进行的。不，你当人也能当狗，当狗也能当人，你两个一起，你可以当舔狗，你可以当舔狗，对，这么厉害，就是这么厉害。我都说你很有这种天赋的，当狗也有天赋，当人也有天赋，对，你还可以当单身，还可以当单身狗。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厉害的？说实话，如果我是你的话，你都厉害死了，我都要出去炫耀一下。哦，我又能当狗，又能当人，我有当狗的天赋。所以你遇见谁？嗯，就这样。可以说，一会儿就去外面大喊。那你可以拍视频吗？希望你早日当到狗哦。只能说是一个。好了，下一个。但是你可以选择。
不接触他。能不能就这样对我说抱歉？能不能陪着我一直到最后？下一个是玫瑰章鱼调解，请问你要占卜还是要 CPDD 一下？玫瑰章鱼调解，你要占卜还是要 CPDD？ 可能会有。你要占卜，好的，没问题。请问你要占卜哪方面的？学业、事业、爱情，什么都可以哦。朋友、友谊，都可以。我唯一想要给你的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喜欢他的话，我主要是怕你受伤。你在安慰他的时候，今天我眼睛为什么这么肿？红的。占你今年六月能不能顺利回国？好的，这个请问你一到幺幺零九页，请问你要哪页？一到幺幺零九页，请问你要哪页？四二九页。OK， 你的生日是四月二十九号。就这样。四二九页啊，首先呢，第一个词，今年咱们玫瑰章鱼条能不能六月能不能顺利回国呢？首先第一个词，绝世无双，形容超群出众，无与伦比。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大多形容一个人的哈，跟你今年六月能不能顺利回国有什么关系呢？首先，绝世无双什么意思？无双是什么意思？说明呢，你今年回国之前应该是不能脱单，你只能一个人单着回来。就是忘了吧。一个人单着顺利回来，绝世无双的意思。对，这首先是这一点啊，然后呢，咱们第二个词啊，第二个词是，然后不要因为这样否定自己就好。好的，绝功甚伟，绝功甚伟，绝指的是其他的，指的是其功劳很大。No。什么意思？功劳很大什么意思？哦、谢谢。功劳很大什么意思？哎、说明。好、嗯啊，你让我编，啊、不是不，让我粘一会儿啊。功劳很大，说明呢，你今年可能会顺利回国，而且会为国争光。你可能回来之后会当一个志愿者。当个疫情志愿者，或者你可能是会参加奥运会之类的，拿一个金牌回来。其功劳很大，说明你可能是一个对国家贡献特别大的一个人，然后之后一个荣耀回国的一个感觉。对，就是这样。不用谢。对，好了，就是这样了。你今年六月份能不能顺利回国呢？首先答案是一定的。哎，我才发现胡萝卜侠的头像是他自己本人哎，好漂亮哦！还蛮漂亮的。好了，下一个是这个，回国就来上海找我，等你哦。下一个是 DW。小 D， 你在吗 ？DW， 卡了吗？哦，没卡了，没卡了。DW， 请问你要占卜还是要 CPDD 一下呢？我不允许你这样说。你要占卜一下，可以。你要占卜爱情方面，还是事业方面，还是学业方面，还是什么方面都可以。给你们喷点酒精消下毒吧。什么叫咱学生会有魅力？不要定义，不要随便定义，不要随便定义。一个是不是指的？谢谢。占卜一下你的 CP 什么时候发糖？行，你啥 CP 啊？别告诉我，我不想听。占卜一下你 CP 什么时候发糖？幺到幺幺零九页，请问你要哪页？一到一一零九页，请问你要哪？702页 ，OK，没问题。702页，
就这样看的地方会放大，就是像放大镜一样，这就是地图。第一个702，第一个是少年得志，指人年纪轻轻便实现了抱负，出人头地，这什么意思？首先我知道 DW 你很年轻，出人头地，当然这个出人头地呢，指的你 CP 什么时候发糖，这跟出人，你出人头地有什么意思呢？首先你的抱负肯定是想要你的 CP 多发发糖，多舔一舔，这是你最近的一个心愿，对不对？所以呢，他说你出人头地的意思就是说你年纪轻轻就实现了这个愿望。对，这联系可太明显了，你年纪轻轻就实现了 CP 狂发糖的一个心愿，一个志向，一个抱负，只能说你这个人是非常的出人头地了。我生气了，你怎么这样说？下一个词，你是少长贤吉，少长贤吉，贤指的是都，年轻的、年长的都聚在一起，形容聚集的人很多。形容聚集的人很多是什么意思？聚集的粉丝很多呢？聚集粉丝是什么意思？你 CP 发糖，狂发，狂吸粉，证明大家都没看到。然后你这个 CP 一夜爆火。超甜气泡苏打水，四月快乐，一夜爆火。所以你这个你这个 CP 呢，就是说可以狂发糖的一个状态。对，就是这样了。咱们 DW， 你觉得我占卜的好吗？如果你觉得我占卜好的话，就点一个小心心；如果你觉得我占卜不好的话，就送我一个皇冠。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怎么 DW 不说话？今天下雨了，我喜欢在房间里面听雨的声音。我听见小雨。愚人节快乐。好吧，今天是一个重大的日子，所以呢，我可能要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了。我已经隐瞒了很久了，因为我觉得我再也瞒不下去了。想听的扣一，不想听的送我一个皇冠。如果你们听了，你们可能会震惊到一种特殊情况，你们可能会震惊到用头撞墙，我觉得。但是我希望你们知道了这个之后，不要太震惊。其实，我给你们放。奶瓶，我要告诉他们了。我要告诉他们了。告诉什么？那个事情。哪个事情？好吧。那个事情，你说哪件事情？其实，我是个男的。啊？真的，你是在质疑叶总还是质疑王子杰？哎，对不起奶瓶，我也隐瞒了你很久，还隐瞒了我粉丝很久。不要这样，我们一起去过水果的。那个时候我装的比较好。嗯，挺好。这下我说出来了，我终于不用装了。我的胡子今天都没刮干净，我的铁胡须，铁胡刀，差点都暴露了，我是个男的，你看我胡须，看到吗？真有胡须。刚刚说到哪？他真有胡须。对呀，你先乐在其中就好了，你很快乐。谢谢玫瑰花，祝你永远有情花；谢谢玫瑰花，祝你天天的开花。然后你要咨询什么呢？我的另外，其实我是个男的。好了，深夜安安迪，你好吗？你在吗？请问你要占卜还是要 CPTT？ 好，我是女的，我回来了。嗯，我是小女生。嗯，愚人节快乐，被整了吧，哈哈哈！你们不知道今天是愚人节吗？居然都信我是男生了，真的有点搞笑了，你们。愚人节快乐。
哎呦，谢谢宁为他跌进红尘，做个有痛觉的人的夜蝶，谢谢。哦 ，Andy 怎么不见了？不愁钱花。Hello。Andy 怎么不见了？那个为他宁为他跌进红尘，做个有痛觉的人，请问，哎呦，呵呵，谢谢小天猫精灵的皇冠，嘻嘻。等一下，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你等一下，因为我早就想到你今天会送皇冠，特地给你准备的惊喜，你等等。这是我不能给你看，这是我有史以来评论最多的一条朋友圈。不得不说，我一点都不想承认。然后他们都说巨像无比，他们觉得我们是相像的。他们俊啊，请让一下，我很漂亮。愚人节快乐。我什么时候发的？等一下，要咨询吗？我来了。超甜气泡苏打水，咨询吗？咨询。什么？我来了，我准备好，你可别。这个音乐说实话有点不太好听啊。冬瓜蜜瓜不爱我你是傻瓜。你准备的惊喜火龙果，我是你的开心果。冬瓜蜜瓜不爱我你是傻瓜，芒果苹果火龙果，我是你的开心果。瓜冬瓜蜜瓜不爱我你是傻瓜，芒果苹果火龙果，我是你的开心果。瓜冬瓜蜜瓜不爱我你是傻瓜，芒果苹果火龙果，我是你的开心果。怎么这首歌怎么一直轮回播放？好，一会儿呢我会给你那个让你去非诚勿扰，你现在是先自己去准备一下妆发什么的啊，因为呢你可能一夜成为明星的机会就在今天了。小波，好，请问你要占卜还是要 CPDD？ 他结束之后小天猫经理你就要上了。我真的劝你，你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妆给我画得美美的，可能一夜就变成网红了。有点就不像。西瓜、冬瓜、哈密瓜。啥？不方便吗？好的、坏的都可以。好的。你要白色的书呢，还是要黄色的书呢？请问你要白色的书还是要红色的书？说错了，白色的书还是红色？哇，第一次有人选白色的书，真不错。那你从一到幺八八页，请问你要哪页？一到一百八十八页，请问你要哪页？卡了，可以笑啊！卡了吗？我刚说了呢，所以
不是我的意思是卡爆了。有人说这拉跟口袋四八是一样的，所以它也是一个 APP 是吧？是吗？热拉是你们重新进一下可以不？它就叫这个名字。你们重新进一下。交友软件，交你们重新进。有软件，那微信是交友软件吗？白色书，那个你因为他跌进红尘，我就叫你陈姐啊，或者是陈哥，就叫你小陈吧。小陈，你要哪一页呢？1到188页，你任选一页。西瓜、冬瓜、哈密瓜，不爱我你是傻瓜。不太一样，群体不太一样。23页，好的，没问题。23页。真的，真的。你的理财方面啊，专属女孩子这样会有需要认证吗？会有男的，就是说装女的是吗？我的身体里的火车，油漆已经斑驳，它不。慌不忙允许醉鬼乞丐卖艺的或什么领袖上上下下，我身体里的火车从来不会错轨，所以允许大雪风暴泥石流和荒谬。但是对于我的下就能懂得他说的是什么意思。首先他说的他身体里的火车油漆已经斑驳，这什么说明什么意思？说明实际上呢，就是其实你其实表面上看上去比较就是不成熟，但是你心里其实早就已经经历过很多风雨了，对不对？如果你心里有油漆的话，它早已斑驳了，对不对？对不对？你说对，你说对。我要写 ID， 让我先写 ID。嗯，对。然后呢？我还没说完，而他说他不慌不忙允许醉鬼乞丐卖艺的或什么领袖上亿的，这什么意思？首先你理财方面吗？你首先是肯定不会或者什么领袖上上下，他说明你今年呢，你是整体的运势是处于一个大起大落大起大落的，可能会去当乞丐，有可能会去当醉鬼，有可能会去当卖艺的，还有可能会成为领袖。说明什么？说明你今年这一年啊，得要保护好自己了，稳定好自己的心态。毕竟可能你会经历很多，但是最后你会成功，会成为一个领袖之人。理财方面呢，首先你要是这个意思吗？保护好自己的钱，你很有可能会被骗。最好要下载一个那个反诈中心 APP 啊，下了吗？如果没有下的话，应该快点去下个反诈中心 APP 啊，就是以免网络诈骗之类的把你的钱骗光，懂了吗？然后你在我这边呢是一个比较有领袖的一个人。对，咱们口袋从来不骗钱，咱们口袋从来都是，你懂的，咱们都是一个正能量的一个直播间。好了，下一个是小天猫精灵，准备好了吗？小天猫精灵，祝你推最佳拍档顺利晋级，舞台万转，甜甜蜜蜜，找小说，找电影，查景点，看天气，我都不在话下。别紧张，别紧张，紧张什么？想想啊，
是不是很意？各位观众朋友们，各位来宾朋友们，欢迎收看咱们的《非诚勿扰》节目。首先，咱们的第一位女嘉宾，候好场了吗？里面没有林字，咱们第一位女嘉宾已经候好场了，咱们准备灯光师就位，道具师就位。你的 CP 名，你们叫双十一。大家掌声欢迎我们的小天猫精灵入场。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美丽温柔的小天猫精灵。咱们小天猫精灵从小生活在国外，他热爱工作，热爱学习，他英语非常的好，而且他人又大方又善良，他外形好比林志玲，他的腿又细又长，他的脸庞一看一秒就能深深的陷入。欢迎咱们的小天猫精灵，大家掌声欢迎。好，小天猫精灵，来，这位女嘉宾请进行一下自我介绍吧。请问你的姓名是？大鸟。她是我瘦小的身躯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从来玩不上来。小天，好的，请问一下，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呢？好的，请问您参加我们节目是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带回家呢？什么？三角恋。您是比较喜欢男人还是比较喜欢女人呢？喜欢火星人，太好了，咱们这个非诚勿扰里面好多火星人，随便一个都是火星人，你看榜一榜二榜三都是火星人。好了，咱们小天猫精灵有没有什么才艺方面可以给大家表演一下吗？吃饱了就下。嘿嘿，咨询咨询，宝宝心里苦，但是宝宝不说。等一下倒立上洗手。那倒立，我觉得吧，倒立这个没有什么困难度呀。咱们可不可以倒立打开口袋房间，说喜欢林淑琴呢？好的，完全可以。好的，这个火星人的话呢，你是比较喜欢什么肤色的？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火星人？彩虹色的火星人，哇，咱们彩虹色的火星人是比较少见的呢。好的，那咱们小天猫精灵的话呢，稍作休息啊，咱们广告一下，一会儿就来。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是我最爱？美好时光海苔。什么甜甜美美是我最爱，可爱小晴。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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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们是幸福快乐的一家。是兄弟就来看我，我是渣渣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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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兄兄弟就来看我，我是渣渣灰。是兄弟就来看我，我是渣渣灰。是兄弟就来看我，
我是渣渣辉，师兄弟就来啃我，我是渣渣辉，师兄弟就啃我，我是渣渣辉，师兄弟就来啃我，我是渣渣辉，师兄弟就来啃 CP 什么 CP， 一会儿可以给你 CP 滴滴或者占卜一下哦，谢谢，湖人总冠军和清醒的小阿丁。好了，广告结束了，咱们继续回到这个咱们小天猫精灵这里。好了，咱们小天猫精灵的话呢，有喜欢咱们小天猫精灵的吗？咱们小天猫精灵说真的，它的外形真的很像林志玲。他的声音应该也很像，说真的。有没有喜欢咱们小天猫精灵的送一个夜点？你拒绝了。有没有喜欢咱们小天猫精灵的送一个夜点？而且是下半年才去的，虽然现在已经就说提前送，不是像赵佳蕊吗？你们这都像赵佳蕊长得像林志玲。对呀，我觉得。好了，现在呢，那我们有请一下咱们小天猫精灵的朋友们录的一个 VCR， 咱们小天猫精灵的朋友们给小天猫精灵录了一个惊喜的相亲 VCR， 大屏幕有请。啊，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那个小天猫精灵的同事啊。首先呢，他在我们公司的话呢是非常的勤勤恳恳，然后呢，他平时也非常喜欢加班，然后呢，他对我们朋友都特别的好，经常请我们吃饭。没听清主人的话，我是小天猫精灵邻居爷爷，小天猫精灵平时经常扶我过街啊，他每天都要扶我过五次街，八次遛弯啊，我真的觉得小天猫精灵是一个很好的人呢，我希望小天猫精灵以后可以找到一个他的真爱火星人，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好，我是小天猫精灵的妹妹，我想让小天猫精灵姐姐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姐夫，跟给我买糖果吃。你好，我是胡萝卜侠，我是胡萝卜侠，小天猫精灵啊，小天猫精灵跟我一样都喜欢林淑晴。亲亲猪猪宝贝，宠爱你不累不累，每一天给你的爱是一千倍。我觉得他非常值得，我觉得他非常值得。年纪和距离，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好像是差10岁还是9岁。你好，我是清醒的小阿丁，我是清醒的小阿丁，小天猫精灵的话呢，在咱们的一个粉丝群体中呢，是非常的好，非常的优秀，希望他可以找到一个，这个找到一个他的真爱啊，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好了，咱们惊醒的一个 VCR 已经放完了，希望小天猫精灵可以找到自己的真爱。有喜欢小天猫精灵的吗？有喜欢小天猫精灵的就送一个夜蝶。差年纪很大，我记得好像也是7岁。本仙女下凡就是来看看谁把我问倒的。他们都订婚了。啊？什么？居然没有喜欢咱们小天猫精灵的吗？没听清主人的话，可以再说一次吗？天猫精灵滚！啊，没说你啊，知道你爱爱。天猫精灵滚滚！是一个汉语词汇，而且现在互联网那么发达，哎，你们我让他滚，你不滚，哎，可惜了。只是一个纸，一个仪式。你没有那张纸，你可以自己去办那个仪式。对啊，而且为什么要藏在里面？你这么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小天猫精灵，下次咱们再见吧，还上。没有签到手。哦，你爆灯了？什么？胡萝卜侠，你爆灯了？天猫精灵这咋回事儿？他咋一直说话？滚！
胡萝卜侠爆灯了，那你要跟小天猫精灵在一起吗？偷偷告诉你，他有女朋友。经历未来啊，为什么要为未来难过呀？因为说不定根本就不难过，就算他是难过的，为什么要分辨难过？你要跟他在一起吗？胡萝卜侠。所以当下就当下感受难道不是？你要跟他在一起吗？胡萝卜侠，如果你要的话就说要，如果不要的话就说不要。没有能量的大家，你不建议，就是感受到真心。哎，那好，恭喜胡萝卜侠和小天猫精灵在一起。嗯，我不知道大家想要的结果是什么。有些人一辈子在一起，他们也觉得他们不是一个好结果，或者说他们没有结果。有些人，他们只谈了一段，他们就觉得。恭喜小天猫精灵和胡萝卜侠今天在节目中成功牵手，他们看上去多么的般配，多么登对的一对呀、啊！大家，小天猫精灵和胡萝卜侠还可以加群5280052152800521，可以获得咱们自费三亚的一个3天2夜的一个豪华泳池比基尼游，一个蜜月旅游，且吃布丁的企鹅的一个玫瑰花。希望你们两个可以长长久久，恩恩爱爱。小琴在这里祝福你们两个，永远永远会在一起。千言万语只有一句话能表白我的心，千言万语里。谢老板黄焖鸡不加辣的一个玫瑰花。我们相偎相依，我爱你，你是我的朱丽叶，我愿意。哎呦，谢胡萝卜侠的20个玫瑰花，谢胡萝卜侠的20个玫瑰花，谢 K I M C 的一个秋天的奶茶。装的像不像？像不像我唱的？好了，下一个是谁呢？我刚刚没有记录。我是跟你说的，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哦，那这样没有未来了，我会耽误他呀，他一定会找到更好的。这很搞笑。是不是那个湖人总冠军？还有清醒的小阿丁，还有谁？还有胡萝卜侠吗？嗯，好臭。好像说最近我先去铲个屎。哦，没有你。默拉屎了。嗯。可是我们西红柿炒蛋就这么敞着放，不会被熏臭吧？不会的，不会的。可这个屎离西红柿炒蛋特别近。你赶快捡起来呀！放到厕所去了。哎呀，是软的。他好像踩到了。你踩到了？他踩到了。谁踩到了？可能是诺诺，但是不确定。因为呢，哎。我没闻到味道，说实话。我觉得这次没有味道了，所以我觉得是小小。谢谢你的10个巧克力，哇，你这个巧克力送了10分的印子。这可能是我不喜欢吃巧克力的原因。好了，我回来了，是湖人总冠军和清醒的小阿丁，真太臭，我真的会出。
不说，真不说，必须得选。真的，我觉得其实就养狗可以减肥的，你闻到它屎味根本不想吃饭。洗手了，洗了已经。好了，下一个是湖人总冠军，请问你要占卜还是要 CPG？ 选。谢谢 DW 的权杖，谢谢 DW 的权杖。DW， 你今天都干了什么呢？我跟你说，今天我去监工舞台了，还还去厨房看别人炒番茄鸡蛋了。就是为什么要选？就是为什么要选？谢谢你的权杖，祝你在台湾每天都能吃到那个，烤鹌鹑蛋。占卜一下。在愚人节整活会怎样？是谁要整活？你整活还是我整活？找不到了，你找不到母灵了，那确实。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你整活，你要在愚人节整什么活？谢谢 DW 宝。这是我给 DW 跳的舞，为了庆祝他送我一个权杖。好了，下一个，占卜下在愚人节整活会怎样？我想知道你想要整什么活？红色的书和白色的书，请问你要哪一本书？因为心动，就是因为我的眼睛进口毛了。白色的书没问题，1-188页，请问你要哪一页？58页。我是我的罪人，放我潜逃。我是我的法官，判我禁于自己的领。这什么意思呢？首先，我是我的罪人，放我潜逃，这什么意思？首先呢，如果你在愚人节整活的话，可能会真的有人信，然后你的内心会有点愧疚。你在愚人节整活的话，会真的有人信，而且你的这个内心可能会稍稍有点小愧疚，所以呢，你觉得你自己是罪人。然后下一个，我是我的法官，判我禁于自己的灵，判你禁于自己的灵。你这个在愚人节整活的话呢？你哈哈编不出来，呵呵，好好，我知道，你在愚人节整活的话，你会变成零，为什么呢？这占卜书上说的，你会变成零，判你禁于自己零，你会被法官，你会被抓到监狱里去。你要是在愚人节整活的话。我会抓到被抓到监狱里头去，然后法官判你是个零，你是个大母零，你是。以后别选这本书了，我看不懂这个余秀华诗选，看不懂。对，被抓走，然后呢变成一个大母零。又有这个大母零。
好了，下一个清醒的小阿丁，请问你要占卜还是要 CPDD 一下呢？但是你有一个，不是，这个你只是因为比较好，比较好带入，并不是说这个朋友就是你。清醒的小阿丁也在吗？吗？清醒的小阿丁吗？清醒的小阿丁，占卜一下你公司这次会不会疫情被封？期待很久了。说实话，如果我是一个学校的学生的话，我也很期待我的学校被封。对呀，因为你们是密接啊。占卜一下你公司这次会不会因为疫情被封？我以为你说会不会因为疫情而倒闭呢？好了，一到1109页，或者这本书，一到1188页，你要红色书还是白色书？按照隔离里面的去，因为隔离的伙食其实也是很好的，因为让营养要跟上啊，然后，按时规律的字典吧，233页 ，OK， 没问题，233页啊，让姐给你看一下，233页，等一下，我们来理一下。第一个词一风风雨雨。我们来理一下你和。说明啊，你这个你们公司啊，首先呢，你们公司会因为这个疫情啊，搞得风风雨雨的，很复杂，很复杂，搞得风风雨雨的，怎么来说都会有点小灾难。你们公司，下一个词，风花雪月。我问得清楚吗？风花雪月，这什么意思？这说明风，什么意思？风花雪月，你有了新的小朋友，说明你的意思就是的公司会因为疫情被封，而且花费了好几个月封你们公司。风花雪月，说什么？风。更喜欢哪个？风，下一个词你看，风华绝代，什么意思？风，渣女啊，风，不错，风到，风到绝代，绝代什么意思？断绝后代，风到你后代都没得啊，不是不是，公司的后代，公司的后代不是你的后代，你的意思就是，对，再也不开了。公司的后代都没得，下一个风华正茂，什么意思？风还是说风？这占卜书是真的有点准，咱们占卜是真的有点准。我已经看懂了。问公司风不风？打开一看，全是风。不知道怎么办。这不风也得风。就是你们公司不风，我给你封。你在考虑？我打开一看，全是风，这太厉害了。我占卜太厉害了。哎，我肚子叫。我跟你说，我跟你们说，我可能因为太过于饥饿，可能马上要下播了。为什么下播呢？因为过于饥饿，我可能需要去吃一些小食了。因为过于饥饿，我过于饥饿，我绝对下播。他不肯确认是你不肯确。啊，我觉得直接去问就。我过于饥饿，我要下播了，应该没有被我那个占卜或者 CPDD 到了吧？西红柿炒蛋呢？等会儿，等会儿奶瓶说他想吃西红柿炒蛋，里面放龙口粉丝，就变成那种，就变成一道菜了啊！粉丝炒西红柿炒蛋，我等会儿展现一下自己的厨艺，烹饪一下。浅浅的烹饪一下，看看好不好吃哦。那你可以一起去炒粉丝，就是建议这个朋友以此去确认一下，应该会很好吃的。说实话，应该会很好吃的。出现了一个人和表白。可以直播烹饪吗？不行，因为我其实我们烹饪不太好看，因为我们是在地上烹饪的。如果我们两个真的没关系的话，我是在地上烹饪的。你分房睡，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对，以后就只做朋友，然后不会变成燃面啦，不会变成火烧粉丝了，因为什么？因为是用电磁炉呀。
电磁炉哪来的火？那不是把小朋友当真空院？你的意思就是其实你也不喜欢小朋友，那你完全可以把小朋友当成工具人之后也不答应小朋友啊。还有想要送小琴礼物的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下播咯。带回去见他，你们可别太想我了。而且我跟你们说，我下播之后还有一个工作要做呢。那你就拒绝小朋友，但是你可以以此就是问一下。我就下播咯。嗯，没有人要等一等了吧？没有人要等一等了吧？我可下播咯。我们年生的房子还没盖好呢。哦对了，我又有一首歌可以发网易云了，是我很久以前录的一首歌，跟你们说这一次伤感情歌上线了，谁看谁还说我童声唱歌法，看谁还说我是儿童唱歌。悲伤情歌马上上线，你们肯定猜不到什么歌，因为其实这首歌是我超久以前在中心录的，因为那个时候还就是说可以表演河外的歌，但我录了我没用，我这一次我就发出来，我明天再发，明天再发。悲伤情歌，悲伤情歌，伤不起，正经阳间悲伤情歌。给你们那个，给你们剧透一下吧，他是，给你们唱一下，我给你们哼一秒钟的副歌，一秒钟，你们猜是什么歌？好，你们猜什么歌？你们猜一下，这是他的副歌，猜对有奖，如果猜对了，我保证给你打奖。感觉是绝对音感，分开来，就这两件事情不是一个事情，不是好想你，不是。水上手是怪天气，对吧？就是你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无人知晓，不是。歌剧二海豚音，不是。好吧，我再哼一个字。你们再听一下。不是阿拉斯加的海湾。这已经很明显了，一个悲伤情歌。我是说女朋友的室友。哎，好了好了，我哼一整句，我这还不信你们猜不出来。好，你们猜什么歌？我是觉得你想对问清楚，就是搞清楚你们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你就去搞清楚。如果你不想搞清楚你们之间的关系，也没有那么多错的想搞清楚你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你好，我就是录的这首歌，请大家期待一下，以后你们 emo 的时候就可以听我的歌了。现在这样的这个关系，因为你怕就是会因为你这个问题，你期待，好的，激动，不用太期待，你就浅听一下就行了，不要哭。好的，拜拜。你怕说出这样的话，好 ，OK， 那你也可以不问。晚安。你不喜欢小朋友，就先跟小朋友说清楚 ，OK？ 谢谢我的榜一小天猫精灵喏，谢谢我的榜二 DW 喏，谢谢我的榜三胡萝卜侠喏。你弄不弄清楚？只要他们两个人厉害死了，拜拜。对方都没有对象，没有问题。